三中咯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地菩萨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那么今日讲这个佛说无量寿经呢，已经进入了第十七讲咯。那么下面要讲的经文啊，属于这个八相成道经。那么八相成道啊，就是讲一个佛啊，要来人间成佛呢，吼、哦，那么伊必定爱现八款的情形的状况，比如讲伫道出天啊，落来人间投胎转世状况，入胎的状况，出胎的状况，乃至中胎了后啊，等娶某生囝，然后呢发心呢出家修行，甚至于开悟证果了后，如何来转法轮？讲到最后，准直接判的，前后呢都八款的状况呢，分做八大集、八大啊，这个情形就对，就是八相成道啦。那么今仔日佛说无量寿经呢，都要讲到这个成道上。那么成道上，即个所有的菩萨呢，都、就是呢。参加佛说无量寿经，以为所有现劫皆菩萨就对了。那么，最请看经文下，伊呢讲咯：现我作刹，随顺群生，时有定故，目浴金流，天岸树基，得攀出地。灵勤实诚，往夜道场，吉祥感精，表彰光烛，哀受施草，护佛树卡，家父儿子，奋大功名，师母弟子，摩诃观宿，如来必持，借以地力，皆令幸福，得微妙法。成最正觉。那么这段的经文啊，属于文言文。若要详细研究去探讨一下呢，要这经文专家确确实确确实啦。因为这啊文真深啊，语义真广阔，所以咱呢有要慎重起见呐，甲消文，也就是呢，甲伊讲做啊白话文呐。那安尼来啊。比较要了解这经文的意思呢，就较容易、较快活。好，咱注意看好势、听好势哈。我写文一遍呢。菩萨是现在五浊恶世的刹土中，为了要随顺群生呢，也实现心胸，则有尘埃污垢，就到了金河。金沙河流沐浴，天神按下树枝啊，使着菩萨呢，能攀着树枝，爬出这水池啦。这莲叶的飞禽，展翅飞翔，飞翔的随从就前往到菩提树下成佛的场所。有人献吉祥草，是预感的成佛的征兆。表明彰显所修的功果福祉，
哀悯地接受伊的奉献、布施、吉祥草，附在佛陀的菩提树下，就结起了迦夫多二五多奋发放出的广大的光明，使令魔王明白。魔王率领伊的官兵部署，来逼迫试探考验道心。菩萨用智慧的力量呢，克制魔将，改令魔君的降服。菩萨因此悟得了微妙的佛法，最后成就最正确、大觉悟的佛果位。那么这段呢，简单讲就讲，这现劫所菩萨呢，伊到了十方世界兴化一通，实现成佛的状况。那么必定要经过这个阶段，不上成道就对了。那么在这所在，咱必须要讲话咯。菩萨啊，出生在这里五族恶世，去度化众生，是非常艰难，甚至是难能可贵啊，可敬可佩啊。难怪呢，在《弥陀经》呢，十方所有诸佛啊，赞叹释迦牟尼佛的伟大啊。《阿弥陀经》演讲啊，伊讲释迦牟尼佛啊，能为善男稀有之殊啊，能于娑婆国土啊，五族恶世、劫族、见族、烦恼族、众生族、命族中呢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诸众生虽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是为善男。那么这段的经文啊，就是讲了释迦牟尼佛呢，会当呢在这世间五族恶世度化众生，难能可贵的。因为咱这世间是坎坎坷坷，相当无理想，是众生做了一切恶业所感召一个无理想的世界。那么伊既然是现伫这个娑婆世界来成佛度众生呢，这叫做啥呢？为诸众生，虽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啊，是为善男啊，相当无简单呢。所以啊，释迦牟尼佛伊家己嘛安尼讲啊，讲观看十方世界啊，想要如同这娑婆世界五族恶世，要找个家人啊，无理想世界呢，难以啊，真困难啊。世界嘛，是在娑婆世界最坎坎坷坷的啊，最无容易住落啊。哦，所以呢，现在讲。十方世界呢，欲得到如五族恶世之娑婆呢，难矣啊！道理在这所在，所以呢，在这所在都要甲注意讲。佛经嘛，正讲啊，在咱这娑婆世界，会当实现呐，来度化众生的所有菩萨呢，是在相当呢发大菩提心的人，要堪作佛的人呢。伊在实现伫这娑婆世间呐、啊，无像讲二乘的阿罗汉呢，伊看到这世间坎坎坷坷，都是妖妖啊，日头赤炎炎啊，虽然过性命，所以呢，伊发心实现这娑婆世间，幸福度众生，实在难能可贵啊，可敬可佩啊，实在无简单。那么讲五族恶世。是啥物叫做五族恶世？五族呢？第一命族，第二众生族，第三烦恼族，第四见族，第五劫族。首先，咱来解说啥叫命族啦。命族就是众生因为烦恼种子啊，身心交瘁。寿命短促啊，那么意思就是讲，烦恼是众生的本事啊，所以烦恼即是对众生呢，哇，实在使得伊呢
真心唔交瘁啊！所以有人活在世间，因万东万西啦，哦，甚至拄着种种的痛苦时呢，有人叫天天未灵，叫地地未灵啊！身心交瘁，无家呢疲劳不堪呢、啊，严重者生命呢准非常的短促啊！你讲有人生命活无到二十岁就来收起来啊，活无到三十岁、四十岁呢就娶起来啊！生命非常短暂啊。那么在佛陀时代，平均咱人的寿命呢，正百岁啊，每一百年欠一岁啊。因此在即卖平均咱人的岁寿呢，超七十岁左右。哦，因为佛陀离咱即卖三千年啊嘛，每一百年欠一岁啊，即卖已经三千年啊，所以咱即卖人年龄平均数呢，才七十岁。有人会讲话啦，有人啊，岁数活到哦，平均七十岁、八十岁、百几岁都有啊。甚至世界即卖岁数上长的呢，也拢活到将近百三岁啊，无唔对。但是你好难想着讲，咱人发生车祸，着了瘟疫，着了怪病，发生车祸、战争、多病夹在死的呢，无量无边啊，是只着伊平均体的年纪。来算的呢，所以佛世的时阵啊，平均岁寿呢，正百岁。即卖咱人目前处在这个时代的岁寿呢，平均在七十岁啊，安尼注意清楚吼。好，佮听好。第二个众生族啦，众生族者就是世人呐、啊，作恶多端，心性不正，不达义理啦。所以不愧叫做众生呢，就是啊，众生呢，伊唔捌道理，因此作恶多端呢，做下了用智慧造业呢，所以智慧造业感召果报呢，阿麦受这极端的刑罚的痛苦，那对着无间地狱，身心呢相当不清净啊，不达这个义理啊，叫做众生族啊。个第三叫做烦恼族啦，就世人而且贪欲爱欲啊，真怒斗争，虚伪公然不义啊，这就容易了解。众生分别这个五欲六尘之境啊，因此沉浸伫爱欲内底，甚至拄着利害关系，伫个处下即时的当中。因此，真怒斗争呢，哇，心内相当虚伪，非常公乱，不愧叫做末法时代五浊恶世的众生呢，这叫做烦恼族。如果若不是为了这五欲六尘之境呢，那么一件伊就袂得真怒斗争、虚狂不实呢，无唔对。那即卖世间人讲五浊恶世呢？同款是这凡夫众生，伊所做善业恶业，诶一款刁流就对啦。有那众生诶，这个结果诶，这个作业诶刁流吼，是要弯转都转袂过呢，是要净化难矣呀，真困难呐、啊。你看即摆这时代呢，头尾无啥无卵呢，就要游行啊，游行咧甲地几啊万人，几十万人。甚至要二十万人啊！在这款情形之下呢，政府想要出动大兵呢，行又果呢，也动员起来，强强要进入这无政府状态啊，这真危险的注意。这个力量呢，社会上人叫做潮流啦，一个洪流呢，哦，不管你来呢，有当时啊，想要压袂落啊。那以佛教来讲，就讲一个强业啦。这个共同行为、自作的行为、团体力量，这难以甲制止的，就是所谓爆发时代定定有诶啊。搁第四呢，叫做建筑啦，啊，建筑，就世人的低见不正，不弘正道啊，易碎纷纷啊，纷纭莫充一时啊。等在这时啊。世间人的低见呢，无端正。哎，唔是
极端的一个反呢，哎，就生过软子，无呢无遵守这个道理啊，因此行了极端的路线啦，无想要奉行这个正法，因此呢，随婚姻呐，哇，伊讲伊对，伊讲伊对，上要讲讲伊也唔对呢，叫做啥呢？随婚姻呐，莫衷一是啊。既然遐是学说，既然遐是学术，各人呢讲伊道理啊，三人敢讲伊道理毋对啊？如果若讲伊道理毋对，何必着出来讲一寡道理呢？哇，结果输着呢，互偌济人无着选择呢正确的真理，以真理来修持解脱的信心啊，莫衷一是啊。所以，这个和这个末法时代人带来足大危机啊！这就是末法时代建筑的悲哀。佮第五叫做劫族啦，这个劫族就是世人呐、啊，出生末世，几经积业，道边顶相继而起，生灵涂炭，永无宁日呢。那么，这话就是讲了世间。目前这个状况是处在佛陀末法的时代呢，会拄着消散灾呢，会拄着这个饥荒的现象，带来这个瘟疫的现象，带来刀兵及战争的现象，相继而起啊！所以你们看这个时代呢，哎，随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。那么就讲第一次世界大战。就拄着无法时代啊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武甲世界战争，互你惨无人道啊！那么尤其你看南北行的战争呢、啊，南北越的战争呢、啊，国民党跟中共的战争呢、啊，这中国跟日本的战争呢、啊，这拢相当啊，刀兵剑呢相继而起啊！真正生灵涂炭，永无宁日呢？实在有道理呢。所以战争是无代啊，战利家电呢家破人亡啊，兵荒马乱，世界呢乱哩个地啊。有当时讲要挽救，毋是你匹夫之勇就有法度，所以叫做一股潮流啊。这真厉害呢。所以咱注意啊，咱每一人来净化世间。这人人拢有责任的。那么要净化这个世间，唯一的为自己来做起啦。如果你能遵守三规五戒十善，我甲注意讲，卖讲是呢人间净土啦，安尼世间呢绝对啊非常的安宁的时阵，你五戒就好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啊。这五条戒守好就好，安尼天下间呢，你逐天看报纸，绝对报纸呢，准一张本传呢，白白一张呢。因为这台湾目前来讲，无杀生啊，无杀死人啊，无分尸案啊，无刀兵劫啊，不偷盗，哇，台湾遐尼好康哦。但卖报纸就本来呢。不能是联合报、中华日报、民众报同款呢，本来拢白白一张，也无可能共抢劫、土匪、强盗啊，毋免只关门串户呢，无偷盗啊，无邪淫啊，无像北部一个人强奸，南部一个色狼，中部呢又阁是强奸死的呢，无这现象啊，报纸拍开一看呢，一张的空白啊。也无听讲这个所在呢，有讲啥物人去讲白贼类，还讲白贼，挑拨离间，包容是非啊！好世间，像净土共款啊！报纸个拍开看呢，搁一张空白，也无有所谓呢，饮酒乱性，伫遐犯来这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啊！尼你想看卖啊？干脆修五戒就好，天下间呢太平啊啦，是毋是啊？算五戒若修会好啊，人个条件就渐渐圆满的时阵啊。
真诶众生呢，你会看所作业，难道会当离开这个五界吗？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所以讲呢，五界修哪会好啊？实在天下太平啦！这个五界内底呢，拢总是充满着名甲利、五欲甲六尘的物件，才会带来呢。佛陀讲爱做人的条件，爱修五界。你会看破报纸呢，那是电视台、广播电台、报章杂志就刊出来呢，无非大家拢会犯这五条戒啦。因此五条戒大家修会好呢。我讲这个报章杂志实在无啥人去看啊，无唔对啊。伊所以看呢，就是哇，那人类呢犯了这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啦，因此带来一连串罪孽的因缘呐。第一，这是出下挑拨离间、包容是非，无甲规个社会呢乱糟糟、乱成一团呢。所以佛祖甲你讲啊，卖讲是实现。五界来修会好啊，哦，天下太平，出入人间的净土去一半啊，那是无唔对啦。好，诸位听好，下面要讲的呢，就是所谓夫妇仇家，家父日子混代功名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了，我今来日，我来呢。这个菩萨啊，来人间呢，是现身佛。在菩提树下呢，这个菩萨就发大誓愿呢。然后相传就传掉了，菩萨伊就发这个誓愿啊，我今若不净啊，无上大菩提，宁可摧死身啊，将不起初住啊。哦，化你家地好顶的庄严啊！伊这意思讲，这个菩萨在人间示现身份呢，伊看经营一面成色啊，伊也示现身躯啦，三去这个溪啊洗洗呢，手攀登这树棒呢，爬起伫个水花，移动脚步，行来伊菩提树下呢，伊就坐坐咧个地就发誓愿啊，我今日。受了三代阿僧祇劫的刑呢，我因缘过满呢，我是站这所在，若无正成无上的菩提位者呢，我绝对无去这座，绝对袂爬起来行路，还是做任何代志啊！一定要开悟正果、成佛的时阵，我才能够去做爬这个宝座爬起来呢。伊在讲，我今若不正哦。无上大菩提呢，连个身躯呢，全脆糊糊呢，我绝对也袂爬我这宝座爬起来。哦，甲最后呢，菩萨在半夜时阵就证悟无上菩提啊。因为修行时到这来，已经明心见性，已经庄严的自性，福慧已经究竟圆满啦。该觉悟的应觉悟圆满。该度化，也应度化圆满啊！因此叫做因缘过满。安尼迄个时阵呢，迄夜半暝啊，就证成无上佛道啊。那么，这个菩萨成佛了后，伫菩提树下呢，伊就讲出呢这吉祥出来。伊讲：烦恼色已断啊，诸流皆空寂，净不惑。求生啊，是名尽可知。这意思就是讲呢，我菩萨所有的见思迄、定沙迄，乃是无明显的三迄断尽呐。我所有的三执执着、三明六通圆满，世间出世间一切烦的、一切诸迄，拢总的是圆满。应断尽啊！在这经营之下，烦恼断尽，所有诸流啊，拢完全净化掉。我真未来世，永远未受这生死这个网呢，所甲束缚掉呀。后出是未阁受生啊，是名尽可知啊。所以呢，诸位，咱有一天啊开悟正果时啊，
像即款诶状况呢，好，我欢喜你家己啊，毋是用这语言会当表达诶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会坐在咱眠床头啊，爱去静一时，拢安心。哇，有将我幸福诶事啊，有只有三十二上八十岁幸福，其中诶三明六通，那么所有如来正法圆满贯通。因此世间法出世间法呢，已经学尽啊，迄是无定的潇洒自在解脱啊。所以呢，咱在向这方面去个想啊，诶，在修道当中啊，拄着个困境、烦恼事时呢，自然会释怀啊。好，再过听下好，下面过来讲法相成道尽，叫转法轮啊。那么你成佛了是要创啊？当然是要度化众生啊。那么如果呢，讲成佛了后，就逍遥三界外，然后就享受沉浸在空寂的当中，唔爱度众生呢？我讲这也不是佛啊，这叫做二乘的罗汉爱声闻。那么大乘的佛呢，伊袂因为伊开悟证果成佛了后，跟沉浸在上十公净土，在佛的立体世界。伊袂呢，伊所来今日成佛了后，哦，所有这个梵天王、地藏天王啊，天神就来啊，甲来人间，甲这个佛呢，来劝请伊来转法轮度众生啊。下面就要讲这代志啊，注意，请看经文哈，伊咧讲咯，释梵机款，清转法轮，依佛优波。佛好而好，靠法果，吹法雷，接法剑，见法动，进法雷，摇法电，数法物，因法音，常以法音，各住世间，光明普照无量佛道，一切世界六种震动。总立无界，动无疆巅，众无止步，目不归伏，国力邪猛，消灭诸见，善诸颠倒，坏诸欲浅，严何法成，开禅法门，悉达果悟，显明清德，供养佛法。宣流净化，入国分位，为诸弘耀啊，弘宣，度功德，是福田，欲宣化，献心窍，以诸法药，救了三苦，显现道义，无量功德，受菩萨戒，升等正觉。这段经文真长啊，那么如果是文言文，但是咱容易看有啦，我就简单给写文一遍呢，注意个听好哈，讲做白文你听好。地色天主啊，以大梵天王都来祈求劝请，请佛呢宣说佛法，而转动佛法的念啊。依佛的威仪呢，步行优化，菩萨照着诸佛所说的法呢，做师子好、儿好啊，叩响佛法的鼓声，吹起了佛法的响雷，执持佛法的慧眼，见受佛法的波动，明进佛法的雷声，闪耀佛法的电光。降示佛法的污水，开演佛法的施舍，常用佛法的音声去感悟所有世间的众生，光明的佛法普遍照耀无量的佛国，所有一切世界三生六种震动，总立无界，动撼魔王的宫殿。妖魔的心啊，生了
恐惧报怨，无不归顺幸福的，国大破裂邪祟的流亡，消灭各种的邪见，消散众生心内所有的烦恼尘劳，破坏世人贪欲的这个坑坎，严密保护正法声闻，开始参扬佛法的门路，解答烦恼的因果误会，显明心性的清净洁白，广大融通如来的正法，宣扬流传正法的教化，进入各国去化，获得了各种丰富的成就，使令众生度积善行的功德，只是世人布施、供助福田，菩萨想宣说佛法，现出欣喜的笑容，用各种佛法的妙药，拯救治疗世间的苦苦、坏苦、辛苦的三种苦。菩萨显现修道的意志，修持无量的功德，受记菩萨将来生活的状况，成就无上正定正觉的佛位。那么这些话啊，是讲了菩萨伊现转法轮的状况啦。因为菩萨伊成就佛道了，如同甲我讲的，唔是呢，成佛了就无代志做。所以我一定讲一句口头语讲啊，咱修行就是要成佛，成佛就是要度众生，度众生就是要成佛，安就无唔对啊啦。那么你来看，即个现劫所有的即个大菩萨呢，也拢是伫西方世界兴化一方了不起的大菩萨啊呢。那么伊拢伫西方世界实现成佛，来度化一切众生，和所有的众生会当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来成佛啦。那么伊今仔日同款呢，所有现劫这大菩萨呢，赶到灵山会上，要听释迦牟尼佛啊，来呢讲这部《佛说无量寿经》啊。可见《佛说无量寿经》呢，是受了西方世界所有诸佛、诸大菩萨，乃是天龙八部，乃是天王天主呢所护持的。注意听好，令令众生呢一生成佛啊，净土法门是最殊胜的方便。要弘扬净土，必须先弘扬本经，因为无量寿经是如来称圣之谈，众生本具之理啊，一性了义，万性宗门啊，净土群经的纲要，通达了树立因果，融会显密圣相，详细科录，照了真俗，佛法当来最早，译本经独多啦。有十二本的这个译本呢，总共十二种的译本哦。所以这佛说无量寿经啊，是相当净土一个纲要，一个纲领就对了。所以呢，咱在修行的当中啊，那是会当呢，哇，你为了要度众生啊，在佛陀伊无法的时代，要度众生呢，这净土法门啊，是最为殊胜的。那么你弘扬净土当中呢，你必须要先弘扬呢这个佛说无量寿经，因为无量寿经是如来伊大家呢以无文自说的一部称贤之谈之经典呐。因为众生本来具备，伊本来就有诶嘛，本来自性有净土啊，无唔对。所以呢，这一性了义，都是这个无量寿经，万性宗门也是呢无量寿经用讲了。
水净土伊根茎伊共领一堆呢，佛说无量寿经，伊通了了一切事、一切理、一切因、一切果，拢融住伫内底。那么同时融合了呢，显教、密教、圣上之理拢伫内底。哦，这部经无简单呐、啊。那么释迦如来伊个伫本经内底呢，说了哦，人生一切苦，人生一切快乐，苦多乐少啊，伊拢总讲啊真济就是啊。加只真题俗题呢，拢总啊讲落去。所以呢，佛法啦，伫只印度传来到这个中原呢。上早的一部经啊，这净土经就是《佛说无量寿经》啊，哦，伊本经上济啊，竟然翻译间呢有十二种的翻译本啊，你看人重视这部《无量寿经》是何等的心情呢？那么那问什么原因啊？因为净土法门在这佛法时代是最契合了即卖佛法众生的需要啦。那么咱讲话有根据，伫这大集经呢，伊就安尼讲，佛法的众生啊，一亿人修行，罕有一人得道，唯以念佛啊法门得道生死。伊这是讲了这个末法时代众生呢，几万人、几亿人在修行呢。罕只有一人会得到，会证据啦，足困难的。所以在这个时下，真一人个参禅参禅，又搁唔爱念佛呢？讲伊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啊。讲明心见性，伊就无呆啊。我结果互自己误了，禅参了无成就，又搁无明心见性呢，误了伊的生死。甲最后临命终刹那之间呢？脚爪手爪呢，身不由己啊！因此呢，哇，措手不及。平常时也无念佛，迄时阵禅阁参袂落，本性无都显露出来。又阁平常时阁无念阿弥陀佛，想要向阳转过念阿弥陀佛呢，会感觉真烦、真恶杂、真郁闷，念袂落是念袂落。因此呢，在即款情形之下，误了伊生死大事啦，结果临命终时，同款随业阁投胎转世去啊。所以呢，大集经甲你讲啊，讲佛法的众生一亿人去修道啊，罕有一人得道来开悟证据，唯有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呢，以这个法门呢来得道生死啊。你看释迦牟尼佛甲伊年老的时阵啊。伊就苦口婆心，了解佛法众生的心呢，甲迄个时阵呢，无法度通克即个禅解脱，要开悟证果真困难啊。因此呢，伊就甲伊教讲，佛法众生呢，以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呢，得道生死，最为殊胜，最为庄严，较靠得住啊。所以呢，甲这时，我就想讲，即个唐朝有一个。必重禅师啊！伊虽然修禅宗诶，可是伊嘛重视念佛啊。伊讲了一句话：修行啊，以念佛为最第一运动啊。你听有无？若讲修行上第一啊，运动诶呢，运动诶呢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好念快活，毋免费精神，心对清净统一。苦海内呀，苦乐是不为啊。这念佛往生西方净土，这条路是又过平又过宽呢，未去踏着去跋着去点着，未去坎坎坷坷，难为那苦苦呢。唔爱念阿弥陀，就伫遐去参禅参加，头壳遐根本乌烟，参加伫遐晒圣地，参加呢伫遐呢认心认命，我就入门，参加就难死类。到最后自己啊，开悟不成，明心不见性呢，完全无得担着一丝啊，伊这甜头，结果又搁死在
参禅的过程当中，这是非常悲哀代志啊。所以开悟见过东调这百丈禅师的讲啊，讲修行以念佛啊为第一稳当呢，实在有道理呢。讲修行是以念佛啊最为稳当的啦，稳当的啦，未着魔，又搁容易入手，容易入门，又搁容易呢来清净你本性。甲人民个种个时，你也发愿，自然西方是净土呢。啊，这个教主阿弥陀观世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呢，本身就教人你行善呢，接引你往生西方净土啊。所以别种禅师讲，修行以念佛啊，为第一稳当的呢，道理在这所在。那么讲到这来。哎，开悟圣经，伊嘛阁讲话呢。伊讲，宁可粉身千百劫，莫将佛法乱传扬。宁愿老僧入地狱，不将佛法昧人情。好，这四句听呢，我感觉啊，哦，咱有这因缘来恭敬说法。甚至咧修这净土法门呢，是在咱福报啦。伊讲啊，连愿我身躯啊，浑身呢，浑身的出骨啊，脆鼓鼓呢，我也无爱呢，将这佛法乌白来宣扬布教啦。因为恭敬说法，爱契合这时下，也就佛教所讲的契合末法时代众生爱契机契理啊，在末法时代契机契理。就是以净土法门最为难得，最为殊胜啊！所以唔在讲，连个浑身出骨呢，千百劫无。哎，我也未将这佛法呢随便乱传扬、乱宣传啊！又伊个讲啊，连愿老僧入地狱呢，不将佛法呢昧人情。佛法安怎讲，咱就安怎宣传。佛法安怎呢来讲？咱个如实、脚踏实地呢，这样去作为，来个真讲一遍，或者无法时代众生认识家己精神，认识家己所要学个教理，认识伊家己要修个法门，即款如实而衰啦。我讲即款是难能可贵啊！在即马这时代，真济弘扬佛法，伊法师还是技师啊，有当时拢会颠倒即个经典个意思。因主硬钻硬拗，硬钻硬拗，互输着真济人呢。伊个根基就毋是安尼，结果照我都下无伊个根基个即款个立场呢，来修修到最后时阵啊，悟了伊终身大事啊，生死大事悟了啊。临命终个时，我都呢如伊所愿来了生脱死，安尼鬼是在哪里啊？安尼是弘扬佛法个人呢。爱护起了呢，70%以上的责任啊！你五道众生啊，我都讲过了啊，哦，在这无法时代经典论播，世界都有表明啊，咱在这个无法时代一念佛啊，最为殊胜，最为难能可贵，最为客气客气的啊！哎，咱就硬转，全讲唔是，哇，念佛是老人的代志，念佛呢？是中下阶层人的根基的用的，系啦。哎，那你讲起，我问你一句话：阿弥陀是啥物人物呢？阿弥陀嘛，看咱去依照世界啊，观世菩萨啥物人物？伊嘛是记录世界，看化所有十方世界的众生去世界啊。大势至菩萨，拢是生佛、生闻再来大菩萨啊。侬看咱十方世界的众生到了。西方净土啊，那也是历代开悟的圣经，三藏的大法师，个个拢看咱往生西方净土。咱凭咱地位，也不将的含只高僧大德来比较来较量啊。凭咱地位，也无法度像这布大师啦，那也是呢，所有遐大居士，人因拢精通三藏教典，甚至了解佛法。伊道理啊，
伊呢嘛，句句往生是往净土去啊。咱是这十足一个凡夫啊，因应看遐大法师开悟圣经的教量呢。咱若甲伊唱反调，就是违背如来的教理去啊。所以呢，佛祖就讲很清楚啊，无法众生一亿人，或几啊亿、几啊亿人受用哦，罕有一人得到开悟证据。伊甲你讲，为伊这念佛的法门呢，得道生死啊！哦，讲讲呢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明明白白，咱一个咧丢毒不管，也搁伫遐个唱反调，也搁伫遐误导众生，我感觉这真不可思议呢，诸位。好，我做个引用这唐朝笔中禅师，伊修禅开悟证个人。伊共款，伊讲修行是以念佛为第一稳当的就对了，上稳、上可靠的，无过于念佛求生净土，不断当怀超三界，会当的三根普被。那么往生甲西方极乐世界时啊，我定讲一句，一句话，一句话讲的不下于一百遍了啦。咱若往生甲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？西方极乐世界是最高的学府啊！我常讲啊，台湾最高学府叫做台湾大学啊。啊，若佛的弟子、四种弟子、七种弟子，若往生甲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呢？佛门的弟子最高学府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教主本人呢，伊就是所谓的佛啊，阿弥陀佛啊。唔比其他的世界教主，有是顶格菩萨，还是菩萨的阶段而已啊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教主是当当佛的阶段，究竟圆满啊，是佛啊。所以呢，咱伫遐时阵听阿弥陀咱的本师啊，亲人有咱个讲三藏十二部教典，真是阿弥陀的下辈修行，伊甲恁教，慢慢啊教，有耐性甲恁教，咱慢慢啊学，有耐性学呢。有一天你修到福慧圆满，含佛有什么两样呢？所以经典讲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啊，拢一生不处啊。换一句话讲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一世的人都会幸福啦，唔免搁去西方世界，搁投胎转世，哪会得麻烦啊？就是因为一生不处。因此，咱讲叫做可贵善男呐，真可贵啊！同时呢，伊修行过程当中绝对袂退转，袂也袂停顿伫个所在原地站脚步，决定一定甲幸福为止啊！那么在凡夫众生伫咱这娑婆世间呢，有当修行的过程当中，那么进进退退啊，小甲刺激一下。小寡你考验一下，小寡甲你呢讲一寡无好听的话子啊！哇，所有道心退甲零下唔知几度去啊！那接着继续鼓励你的修行呢？你看我看卖咧，较慢者咧。吼，你是看卖啊？所以这三宝世间修行呢，实在容易退道心啊！要成就菩提啊，非常困难啊！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伫阿弥陀经甲你讲啊，一生不处，决定诶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决定一直甲成佛为止。有关这点呢，那么像阮伫大乘经典呢，拢总有间讲这问题啊。所以呢，我讲经一向讲这部经，就徛这部经立场讲话，哦。讲迄部经，决定以迄部经立场来讲话，免黑白讲哩。所以呢，开悟圣经以这四句话，我重复阁讲一遍。这是一向我讲经拢抱这款原则，注意听好。能够分身啊，千百劫，目中佛法乱传扬，宁愿老精入地狱。不将佛法未认真啦。那么，这句话真清楚吼。
用灵丸我呢，身躯呢，这个所有碎尸万段，浑身的脆骨啊，经过百千劫的时间呢，我也未把这佛法呢，随随便便乌白呢来个宣扬报告。因为误导众生，害了众生啊，安尼未使啊，家己对无间地狱啊，哦哟，这我唔敢做这代志。用灵丸老精落地狱。不将佛法未认真啊！灵愿落地讲呢，我嘛无爱将这如来正法当作人情来买卖啊！哎，为了要甲这人巴结呢，因此佛法讲唔对去，这个做未到。灵愿呢，为了应付这人，甲佛法呢未认真，这个做未到。因为啊，一来呢，咱违背释迦佛祖一本意，得罪大乘佛陀。这得罪我也阁认为无所谓，严重着咱自己啊！因为你宣扬佛法讲了唔对去，讲了无契合经典去，契合众生根基拢无契，因此呢，互众生堕落，这才是严重的。所以呢，我一直向恭敬呢，拢抱这款观念，宁可分身千百劫呢，莫向佛法乱传扬。灵愿老僧入地狱，不将佛法啊未认真。我恭敬着抱这款原则，因此呢，恭敬数十年来呢，一向啊不变的不二法门呢。哇，时间到咯，想要讲的当中，时间阁无允准咯。诸位菩萨，下见啊！明仔载佛说无量寿经呢。同一时间再会。